当他看了张百乔的小 tips， 情侣间如何避免吵架？当他生气了，你要比他更生气，生你自己的气。我搞的这堆垃圾来的东西，都得把人当地王当蝗虫呀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一呼一呼不嗲，一逼不嗲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怎么能这样了？你每次都是说对不起啊！我怎么能把垃圾拉出来丢嘞？我就应该好好的放在垃圾桶里，让衣服叠叠好。干嘛要去玩嘞？我怎么不来好好的叠被子，不来好好的收垃圾嘞？干嘛要去玩嘞？我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干嘛要去玩呀、啊？这铅笔灰盒你不能到外面去倒吗？你要都倒在这个里面，倒的一地的碎。我怎么把垃圾放得这么糟嘞？啊？我怎么衣服也不叠跟屎一样嘞？啊？为什么？我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对啊。其实他就是这样的呀，你要安慰我。我安慰什么鬼？